这鬼天气，鱼儿都不想出门。儿子，走吧。好吧。哦，老爸！抓住啊！抓住！是大鱼啊！哎，老爸，牛为什么到海里头去了？可能这牛，它想吃海鲜了呗。老爸，你看。这是哪吒在闹海吗？乱成这个样子。来到海王工程深海空间站，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地面100米的水下，这里也是四大基因实验室的核心枢纽。空间站最外层是一座封闭的超大鱼缸，缸内培养着一条用于基因实验的鲨鱼。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新增1000多万癌症患者，每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如各位所见，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鲨鱼体内含有天然的抗癌物质，只要通过基因改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Mr. Chen, I heard your medicine can deeply depression and growth of cancer cells. No, 我刚才所说的是完全治愈。遺伝子改善による世代一回の予想できない影響についてどう考えますか？科学就是不断的探索，但我相信我们的改造会造福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改变基因，而是改变整个世界。So， 很高兴各位今天可以和我一同见证这个奇迹。请饲养员打开舱门。宋毅呢？宋毅去哪儿了？宋毅呢？宋毅，开舱门啊！宋毅，办正事儿这是。宋毅，赶紧起来干活了！哦，行，大哥，起来干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哟，你这也来了？你去，宋毅，老板让你展示一下鲨鱼呢。没问题，水鲨鱼都行。我们是通过拟声信号波来控制鲨鱼和定位鲨鱼的，这种拟声信号波也是鲨鱼的最爱。这不是鲨鱼的最爱，我尝试了上千种酒，这个才是鲨鱼的最爱。你看看，对，来，鲨鱼是天生的捕猎高手，当它锁定目标之后，就会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直冲向目标，撕咬着不放。我们现在就来钓鲨鱼，这只鲨鱼身长4米。
重达3.2吨，拥有10厘米的锯齿，可以在海岸捕捉到水中的电干扰，3秒内锁定目标，1秒撕碎。鲨鱼有5000颗牙齿，可以瞬间将钢筋咬断。各位，你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且最强大的鲨鱼。Bosses are here. Who want to sign the contracts? Please follow me. 各位，马上启动第三阶段实验。准备开始吧。我感觉这三个人太有劲了。钱总，最新的活检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贸然进行第三阶段的实验，是不是太冒险了？你也看到了，鲨鱼对新基因的接受状态良好，实验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叶博士，伟大的胜利和成功总是伴随着风险，我们要敢于尝试和突破，这也是你父亲的遗愿。加油！开始进行人体灭菌消毒，准备基因数据编辑。分析遗传密码序列。基因转移准备完成，是否开始实验？准备进行注射。好的。好，准备。实验开始。升高，导入程序被迫中断，准备进行重新注射。实验体生命体征稳定，基因融合完成率已达100%，基因转移成功。成功。悠悠，你怎么来了？辛苦了，叶博士。我带悠悠出去玩会儿秋千，一会儿还有事儿，你忙完了帮我接一下他，好吧？好，去吧。姐姐再见。
拜拜。拜拜。哎，宝贝儿，看这里。哎，看爸爸。哎，嘿嘿嘿嘿嘿嘿，看爸爸这环境好不好啊？嘿嘿。这里有大鲨鱼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下个月就是我生日了。等宝宝女儿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就回去了。爸爸不可以骗我。当然了。太好了。爸爸，啊，不聊了，爸爸有工作，拜拜。不好了，鲨鱼的身体各项指标急速下降，心率也很弱。鲨鱼怎么了？鲨鱼部长，怎么了？翅膀，快看看那边。鲨鱼怎么了？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下降了，快快，抓紧抢救！快快抢救！快快快快快！把树立给我，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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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信号说没作用，先生长，快给他们送粮。数据怎么下降这么多？血压持续下降，血压降了，宝贝死掉，马上起来检查，已经检查不到心率了，心率没有恢复，心率变得越来越少，这怎么可以做？我在尝试用信号波引出鲨鱼，正在实施抢救。怎么这样？你那边怎么样？啊，大家快过来，过来！怎么样了？这边正常，一切正常，我这边恢复了，信号波没作用。鲨鱼是不是死了？别胡说八道！不行，应急医院没有作用。出什么问题了？这是该怎么救啊？装死？不可能吧！这不可能，这么高的鲨鱼不可能装死。怎么了？快快快！怎么了？怎么了？你看啊，傻子这是？鲨鱼吃人了？啊！你快杀杀鲨鱼！啊！你们到底对鲨鱼做了什么？这是机密，你没有资格知道。我去！哎哎哎！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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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这上面显示鲨鱼荷尔蒙提高，神经系统异常活跃。这说明了，说明了什么？你快说呀！鲨鱼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不可能吧？不可能，不可能！这只鲨鱼是公的，公鲨鱼，我知道了。嗯，科学，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鲨鱼长期被关在这个池子里太压抑了，而变成娘炮了呢？啊！怎么可能啊！还是幻想，单细胞繁殖。鲨鱼为什么撞玻璃？宋姨，你跟他接触最多，怎么控制他？这也是机密。你也没资格知道。这玻璃结实吗？问你结不结实？这是美国进口的防弹玻璃，狙击枪都打不坏。你
你他妈不是说狙击枪都打不坏吗？Come on.
你能不能小准点？那你来射，给我当掩护。醉了吧？啊！宋烨，啊！现在怎么办？今天鲨鱼很反常，我不知道麻药在他的体内能够持续多久，我们得想办法打开门，离开实验室。说得轻巧，谁不想走？这怎么走？鲨鱼就在水里面，多危险啊！下水。你疯了吧？鲨鱼要是中途醒了，我们都完蛋。对啊，我们现在至少是安全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要是等他醒来，你们就是他的外卖。下去吧。叶信。你干嘛？哎，你都不要命了吗？眼镜。静呢？袁静呢？鲨鱼，袁静，袁静，鲨鱼也没了啊！袁静，袁静，袁静！快走，快走，快！快点，怎么回事？这麻醉时间都一个多小时，怎么快失效了？人代谢已经越来越快，普通的麻醉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现在该怎么办？别拉我！救我！走开！快救救我！不是，别拉我！不关我事！不是！不博士！不博士！不博士！鹏宇，快！
大家把东西搬开，从安全门出去。好，你呢？我去遛遛他。快！大白怎么办呀？怎么办？一定是电路板烧坏，门已经被锁死了。快！你干什么？你害死了顾博士，你知道吗？什么叫我害死了他啊？当时鲨鱼追的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只能活一个。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算了算了，去！我什么活菩萨？地上来了吧？刚刚难道是这个家伙在钻墙？啊！我们一直养的到底是鲨鱼还是泥鳅啊？我们得赶紧去安保站，这里恐怕不安全。快走！走！快！悠悠。
是宗爷，宗爷！跑！快跑！快跑！快跑！我去啊！这是我们要的鲨鱼吗？怪物啊！快跑！真是你的错，我怕了。快跑！快点！救我！你是你，救命啊！是，别去，太危险了。老钱，别走！老钱，救我！老钱，我来了！眼镜，老钱，别走！眼镜，老钱。别去，别走，快起来！快来，眼镜，救不回来了，赶紧走啊！快起来！快走！走，走，快！一会儿吧，鲨鱼应该没那么快追上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坐下。叔叔，你还好吗？叔叔没事儿。叔叔，你一定会没事的。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那海里的玩意儿，它都上了岸了，这是不科学啊！这你们到底对鲨鱼做了什么？松毅，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是机密，你没有资格知道。好，欢愉，我们走。你别威胁我。海湾工程。啊！你们疯了吧？啥是海湾工程？我们把鲨鱼的基因和其他动物的基因进行了融合，可能导致了它的基因异变。
海王工程本来是为了救人，结果你们到底融合了什么基因，能让鲨鱼跑到陆地上来？蚯蚓，蚯蚓，这样的蚯蚓吗？蚯蚓具有再生能力，而且可以无性繁殖。我们尝试了上百种的基因动物融合，但都失败了。最终只有蚯蚓能够被完美的融合。它现在的攻击欲望这么强，应该是迫切的寻找产卵的地方。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一直被一条会咬人的大蚯蚓追着，是吗？鲨鱼一直追着我们不放，一定有什么原因。我知道了，是他，就是他身上的血腥味把鲨鱼引过来的。他现在马上就要死了，没用了，我们把他踢出队伍吧。啊，兄弟，救我们一命吧。行吧，兄弟。不行，他们疯了吧？你以为你是在救人吗？你是在杀人，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你知道吗？你干嘛？如果非要踢出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你们都不想活命了！哎，我去，大蚯蚓来了！小心！啊！小心！啊！悠悠，你救救叔叔！拦截！停！
都冲上去，两颗战机。你知道我们公司为了研发它付出多少心血吗？它必须活着才有价值。你知道它杀了多少人吗？这重要吗？在你的眼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个怪物吗？这东西能救更多的人，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你才是个疯子。我是疯子，你是捕杀专家，现在需要你的帮忙，就像当初你带他回来一样。老子不干了。杀人了！松叶，很感谢你对悠悠所做的一切，但是现在不是商量的时候。只有你最了解这只鲨鱼，所以需要它。鲨鱼必须活着回来，否则。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总以为你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五年前也是在这儿，你和我爸整整追了他30海里。很抱歉，我没有救到他。换作是现在，他也会这么做的。那是他的梦想。也行。老板，那鲨鱼都变成怪物了，为什么还要留着它？就因为它成了怪物，才有价值。怎么回事？
细胞的无限繁殖需要大量的能量，所以它一直在进食。我去，那它的胃口得多大呀？快看一下它的位置，鲨鱼的基因排列紊乱，可能还会产生持续性的变异。鲨鱼距离信号波太远，它接受不了信号。它现在在什么位置？按照行进的方向，不久后它就要登陆莱恩岛了。去，那里人口密集，人们都会成为它的食物。躺鱼，快，拿掉。好，开船。不。刷账啊！任何动物遇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呢，它的灵魂会和它产生共鸣，这是动物的本能，而我把它叫做胖鱼定理。
听着，追踪鲨鱼最后定位消失的位置，马上全力搜索。出发！素英，素英，素英，爸爸，美心，爸爸，野心，野心，野心啊！啊！加大电压！
去看看。老板，安全。叶欣，没事吧？快起来！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了，我们走了。站住！你什么意思？松叶，问你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我是养鲨鱼的，你们这些老板的事情我哪儿懂啊。其实很简单，你有的别人没有，你懂的别人不懂，这就是价值。如果我这个东西做成生物武器，是不是更有价值？绝对不行！我们当时研究它，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杀人武器。其实制药也是为了赚钱，搞生物武器也是为了赚钱。我当然选择更有价值的。好，那就让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家伙。
地中方向发现目标。不能两个人在一起，不然都得死。不行，要跑一起跑。叶心，你听我说好吗？鲨鱼融合了蚯蚓的基因以后，可以陆行，表皮坚不可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它的体内也发生了改变。蚯蚓的腔体只有胶原纤维形成的一层表皮膜，十分脆弱。如果把榴弹射进它的嘴里，就一定可以杀了它。不行，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宋玉。听我的。快走，走啊！
宋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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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爷。